欢迎再次收看钢琴小知识的节目。今天我将教大家如何组装 WK310 这款电子钢琴，我们一起来看吧。你们学会了吗？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。我们下一期将告诉大家，大台的钢琴与小台的钢琴有什么差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